确定人的位置在哪之后，要准备丢了吗？再加上一波打电话，这一颗 C4 出手漂亮，直接击杀掉的是 Spike。第一次的狮子吼 ，Sino 决定来到的是厕所外面的位置进去挂窗。点样是在二楼，而且这场是直接用一个果穿穿 Eldridge 马上倒下，真正的 VAC 在这里。这一波我觉得是一个士气转捩点的，因为你队友已经帮你制造一个很完善的功能了，但是前提建立在你说，朱福雷好像手上还有两次的技能。哇、哦！最后的这一波顺境爆头，还剩一颗握在手中，最终的残局来到了三打一的劣势残局。而且位置基本上也被抓到情况下，大帅，哇哦！这个时候竟然是太大意了，选择要去开 SMG 控的漂亮，能等到第二名成员吗？在握倒的过程当中，成功的握制加枪，再爆头收掉了 Eldridge， 时间剩下最后的七秒钟，哇、哦，漂亮的侧身出枪，预瞄的准心，直接做一波甩枪，直接往前推。可是他失之交臂，他其实旁边就是有人的，一波精准的甩枪爆头 ，Oh my God，Unbelievable， 我相信你办得到。只剩下残血的好有点紧张哦，这个交叉枪线，而且这里如果没有抓到一个很好的时机，会被 Crimson X。好，等一下是你看倒退撸的 ，Maver 啊，更正是 My Show， 等一下，时间还有25秒时间可以跟你耗哦。这一战就能看出 Overleaf 到底有没有资格称为大乱之鬼，这个妖色，但是一个这个刀，哇哦，一个人一打四，他还在等待一个时间，这里要能成功炸到。首先要依赖队长 Spike 他的这个心跳感。我说我不要你打，我不要我自己打。Steve 出手带走了群发狗，炸到了群发狗。哇哦，这个时间点，而且下身也是倒地的情况下，再一颗 Steve 一收二，两颗 Steve 就带掉了三个。这就是我不用用枪跟你对啊，我直接用炸的啊。再一波，等一下，难道有没有再一颗？这海墙位仍然在卡死。那这边有个小看头的地方，就是 End 的位置， End 的位置是死卡在另外这边，他找不到人，但是直接被打得措手不及。这个就是他的烛光技能，将他的弹量不断的扫射，不断的扫射，再扫射，他穿出地方，最后一个完美的甩枪爆头，带走了 Cookie。这个Frag 狙击 ，OK， 这边 End 的技能丢出去之后，开始进行一波 Rush， 连续两颗烛光，哇，瞬间。击杀了舅子，就算强行吸毒，还可以瞬间蹲下爆头击杀了群发狗。哇，你一波强行突点 ，Team Notorious， 你还给不给台阶下？资源没有使用完毕，抱着毒气弹率先身亡，五打二的残局来到了四打二，时间剩下最后的50秒钟 ，Vention 的血量也不足二十。没错，这边来到是最后四打一，又是 Vention 第一波对枪没问题，第二支位置也被抓到了，没问题。双双爆头，一个人在单回合已经打出了三杀。而且他下去确定就是龙鳞板还没有处理掉的情况下，对方只有这两个位置能够进来点内。没错，第三只位置抓到。接待室的推进，这里侧身的出枪又是爆头，难不成他要完成 ACE 了吗？在沙发后面。哇，这一波可能会刚好打到一个侧脑哦 ，Vention。看到 Vention， 没问题，成功完成了 ACE， 恭喜 Vention 帮助北方王拿下了第六回合的回合胜分。转身一个协防，终究还是在蹲点，在等待一个时间，直接抢头。他看到一个侧身，一个而且看到这个甩头 ，BOSS 是在拉绳的状态吗？你说腋下抬起，今天真好嗨。然后腋下抬起来是哪一招？但是刚讲完，马上来个 double kill， 这时候看到第二个闪。好 ，Q 米，你刚刚并不是中主题，但这一波直接瞄着你的头打，这时候已经来到再一波爆头，最后一个地方直接做一个，我的天，没有问题 ，Q 米你直接 ace 啊！而且他成功避开了队友的头线，然后全部都瞄在敌人的头上。